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六 K 的极客鞋谈。不好意思，长车又被插队了，因为今天呢有一双更加想跟你们分享的鞋款，韦德之道十，相信也算是年度重磅了。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这鞋子怎么来的，怎么这么快？答案是海鲜市场啊，你们去搜搜就知道了。这次的货量我相信是非常可观，而且很好买的。反而我不确定到时候7月2号正式发售，门店还会剩下多少鞋款。反正相信接下来很多配色入手难度都不会高。但是呢，为了尽早给大家带来体验以及参考，还是加了一点点小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次的韦德之道时代。鞋盒方面，这一次倒是没有很隆重的样子，回归到最简单的一个形式。外观白色的设计，黑色的韦德头像作为点缀，里面是镭射的衬纸，整体真的没有非常华丽，就不多说了。整体配色呢是白灰配色，再加上一些做旧的黄色，以及一些非常骚气的这些什么粉色、橙色之类的点缀。官方定义这个配色应该叫做绽放，我不确定它本身的含义，但我觉得有点像是在这么一个复古的轮廓里面将线。在最前沿的设计给绽放出来，有点扯淡，还是等一下官方解释吧。鞋头部分用的是非常轻薄有弹力的 Mono 纱，前面呢还有一整圈3M反光材质做加固，同时鞋头还有一块 TPU 橡胶做加固。这一块橡胶其实是覆盖到我们脚趾上面的，是在中底之上的，所以是实打实的支撑。往上面一点，看到最前面鞋带的位置有韦德生涯3冠的相关年份，下面有 10 的字样，组合起来的5个字母，正反呢都能看到 10。另外两边都有这么一个小黑圈的设计，一开始我以为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含义啊，但是我往简单的方向去想一想，好像啊，它就是想代表一和零的意思，加起来也就是十，第十代的意思。提前拿到鞋子也不容易啊，搞得跟考语文一样，不行，这样子我太被动了，我要主动出击。提问：鞋面内侧拼接处，设计师使用了一块黑色椭圆形图案进行点缀，此图案想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椭圆形？为什么是黑色？请各位观众回答。主要是我自己想不到，整个鞋舌可以说是做到极致轻薄了。鞋带区域有一块 H 型的海绵填充，鞋带系统也是最传统的形式，鞋带口位置是有皮质的加成的，一边印有 Way of Way 的十的字样，一边呢是连接着闪电的图案。鞋舌顶部也有4块类似设计的海绵填充，起到实际作用的应该也只有最下面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鞋面的侧边，各种材质的拼接就不多说了，最抢眼的应该是侧面这一长条渐变色 TPU 覆盖，整体呢像是 W 的形状，最前面有韦德的签名 Boom 的字样，尾部呢有一块圆形的碳纤维支撑片，中间底下这里还有一条黑色的 TPU 橡胶，这个是什么鳄鱼皮纹路吗？不重要。前掌外侧有外底的上翻和 3M 反光区域以及侧面的大 TPU 形成完美的衔接。如果是纯色的话，应该会感觉整体感非常强啊。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内侧。前掌内侧纹路上翻啊，上面有一句标语，翻译过来是纵使改变依然故我的意思。中间外底橡胶上翻这里可以看到 CST 3个英文字母，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吧？没关系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答案就藏在最后面这一块椭圆形图案里面，创造力铸就明天的意思。最后呢，就是整个鞋子的后跟了。我觉得这一代的后跟真的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代，主要就是两只脚一些细节上的鸳鸯设计，左右脚会有不同的元素，这个也就不多说了。稍微我们再来看一下鞋子的内衬了，后跟的填充呢真的是挺普通的，非常正常。然后它的鞋垫就没有那么正常了，翻到背面一看，哎，好像很普通的样子。整体厚度呢是比较正常偏薄的，中底部的部分呢也不正常，这应该是什么新的缝合方式吧？估计是开发了新的模具来将鞋子的各个部件组合在一起啊，确实也有做出改变。最后外底就真的比较简单了，做旧发黄的橡胶外底，前掌是人字纹和波浪纹的组合，后掌呢就是很简单的圆形纹路，中间的镂空展现出可视化的超大碳板。OK， 终于是把鞋子的外观给分享完了。平时关于外观方面我应该会说的比较少，但这双确实是，毕竟韦德之道时代嘛，还是想尽可能的给大家展现出它的用心之处。颜值方面给大家打个分数啊，如果是那个纯白的305配色，我估计会达到 9.5 的高分，这个配色的话就打个9分吧，个人认为还是挺漂亮的。接下来是性能方面，真的是迫不及待了，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静态方面的一些体验。首先第一点就是拿在手上这双鞋子真的很轻很轻，我没有想到过这个传统重磅的设计单只 43.5 码只有368克左右，同比44码的库里巴代居然只重了那么10克左右。要知道库里巴是一双整合度非常非常高的鞋子，部件都没有多少块，而且它还没有传统外底。第二个感受呢，就是鞋子的包裹贴合感真的是非常强。码数方面，我选回了43.5码啊，我依旧认为它是不偏码的。前掌对于我来说，只要鞋带拉紧了之后，
宽度是正正好的，鞋带如果不拉那么紧，其实还有一点余量，宽脚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还是可以尝试一下。主要是因为它两侧的 TPU 橡胶其实并不会很硬，不会很硌脚，属于比较软比较温和那种，前掌弹力织物的部分呢做的比较扁，这也是整双鞋子看起来流线感这么强的原因。而它的强度属于刚好及格的状态，如果再软一点的话，估计会出现鞋面带不动整个鞋子脱节的情况，再弱一点的话就会像耐克以前那个 Sock Dart 那个袜子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穿过，就是那种感觉。内层方面比较需要注意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鞋头其实分三个区域，最前面的黄色 TPU 橡胶，中间的三反光区域，以及最里面的弹力面料。当我选回正码然后穿厚袜子的时候，脚趾能够顶住橡胶区域以及三反光的区域，可以很好的带动整个鞋面。但是打一整晚球下来之后呢，因为前掌里面并没有留太多给我们去急停的空间，所以脚趾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真的就是一点点，非常轻微，换个薄袜子估计就没什么问题。那如果这一点接受不了的朋友，你选大了半码或者是选大了一码，你的脚趾就会落在三反光区域以及这个弹性织物面料的区域，确实是不会顶脚了，但是很可能会出现你通过鞋面没有办法带动整个鞋子的情况，因为你的脚趾落在了一个比较软的区域，所以最好还是亲自试穿。我觉得不偏码，我觉得这个情况我能接受，但不代表你能接受。那么中间的锁定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非常到位，没有动态飞线，但是贴合感锁定感都很出色。一开始会觉得这个 H 型的填充有一点点挤脚，但是磨合开之后就完全没问题了。后跟跟脚线就不多说了，基本完美，也完全不需要去磨合。足弓支撑方面好像比较多朋友关心啊，首先我觉得它有支撑，但是不会很明显，那一点支撑主要来自于鞋面的贴合啊，这个鞋面这么单薄，鞋垫的话基本上是平的，但是它的中底稍微有一点点上翻，所以它的足弓支撑跟 H35 那种就完全不是一个水平。我正常足弓呢基本上是没什么感受，就正常，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担心它会不会停脚之类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底的静态脚感，后掌呢依旧是弹性十足的泵啊，虽然是全包围的形式，但是脚感一点都不减，前掌厚度偏薄，但也有明显回弹以及明显的滚动感，前后掌的过渡是非常流畅的。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当我仔细去穿这双鞋子，会感觉到整体重心呢比较低，而且前后落差很小。今天已经看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消息，说它的前后落差只有5毫米，如果是真的那确实是非常牛逼了，具体的还是等我们长测之后看一下自己的数据。最后一点呢就是静态抗扭，其实它的整体刚性呢没我想象中那么强，有可能是因为中底比较薄的原因，但是整体是非常有弹性的，前掌位置因为有碳板的覆盖，所以它的弯折点并没有很好的引导在了趾骨的位置，但是整个鞋身的强度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担心，在400克以内的鞋款里面绝对是排前面的。接下来就是一场球下来的体验以及我想分享的东西。首先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在测试胶 Hoop 的时候，原本只是想去投投球，所以什么都没有穿，结果场馆里面就只有以前遇到过一起打球的非常厉害的朋友，所以就单挑了一下，确实是打不过，所以必须全力以赴了，还好还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希望大家打球的时候也可以不停的虚心学习，保持进步。当时因为打的强度很大，然后也没有带护膝，所以膝盖就很不舒服。测这双韦德的时候，其实我是忍着膝盖的疼痛在打的，想着给大家尽快分享一下它的体验，所以确实没有什么很劲爆的表现啊，因为我最后一下真的是没有办法发力起跳或者是对抗之类的，只能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情况。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直线方向上，比如说突破啊等等的表现，考验鞋子中底的响应以及外底抓地的直线表现，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挑的。其实这是一款相对比较贴地但又富有弹性的鞋子，让人很有突破的欲望，滚动感、碳板弹射感以及泵的回弹感几乎是最完美的结合，不像韦德指导9那样翘到我觉得不适应，这一次是刚刚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纵向方向上的表现，也就是起跳和落地对中底的考验。起跳方面受限于膝盖的影响，没有很敢全力跳，但是连续起跳等等的响应性我觉得是非常出色的。前掌中底偏薄，在落地的时候呢只会觉得刚刚好，没有太多的余量啊，极限比预帅14泵啊13泵等等都要弱一点点。后跟呢还是非常够用的，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我差不多是78公斤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体验。最后就是其余方向上的表现，横向方面考验的就是鞋面支撑和防侧翻，目前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多次蹬地之后鞋面也能够保证很好的状态，脚在鞋里面也不会感受到太多的位移，鞋帮也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支撑，但是不会很顶级，这个鞋帮强度呢不会很大，支撑和灵活我觉得是偏灵活的，实战的时候横向发力对抗感觉还算比较稳吧，但这里必须打上个问号啊，因为我膝盖那个时候不太敢发力，所以并不是最佳的状态，那等到长测再下定论也不迟。看了某外预告的朋友啊应该会有印象，磨合开之后呢鞋面不压脚背
备了。地板条件正常之后呢，外底也不会出现滑动了。但一场球下来之后，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就是鞋头这一块的鞋面支撑，总体来看没毛病，好像我打一晚球下来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从细节来看，整个晚上我几乎都没有做我经常用的试探步，可能是因为这个鞋面没有办法做到指哪打哪，而且我打球变得非常简单粗暴啊，就很少那些花哨的运球了。我觉得这种打球方式潜意识的改变很可能跟鞋头的支撑是有一定关系的。再加上前面说到的码数选择问题，如果选错码数的朋友很可能会遇到更加严重的情况，这个我们后期再看。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全掌大碳板的弊端，这双鞋子依旧是有一定的运动能力的门槛的，只不过这个门槛相较于14泵啊 CJ1 等等已经明显降低了，因为它的中底是偏薄的。但是一晚的球下来之后，我确实也觉得足弓有一点点累，只是累啊，没有感觉到酸疼，因为我们的脚确实是需要不停的去克服这个碳板的弹力来让我们前掌达到正常的弯折，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足弓以及整体腿部力量的消耗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三点就是整体的耐用性，这个外底纹路呢是非常细密的，耐不耐磨还不好说。其次就是我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碳板呢，它应该是偏薄的，因为它弹性上来之后缺了点刚性，不确定会不会出现局部断裂的情况，目前这几点都还不太好说。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依旧是一款非常值得锋线去尝试的鞋款啊，达到了我对它的预期，甚至是有点点超出预期的，我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是我穿过的韦德之道系列里面最实战的一款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再冷静啊，刚刚提到的三点小问题我会在长测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这一次大家都有机会去专柜亲自试到这款鞋子，脚型匹配之后我们再去讨论它的性能，再去讨论它的价格啊，希望品牌不要作妖，赶紧摆货架。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